沈往南，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年轻的国人对华族文化的认知和投入。是这个文化的传承，当然需要的是世代相传。那么对本地的年轻人来说，传统的文化到底能够如何的吸引他们的注意，甚至引起他们的兴趣呢？今天我们就非常高兴，请来两位热衷于华族传统文化的年轻人。啊，他们其中一位远赴海南寻根，另一位投入传统戏曲的表演，通过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华族文化的热爱。好，马上欢迎李永潭，欢迎永潭。欢迎。以及陈运智，欢迎你，运智。欢迎运智。永潭是什么样的契机使你去到海南寻根呢？这起源于2015年，因为通过一场作品，然后使我对我爷爷这个身份感到有一点兴趣。因为我爷爷在我还未出世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所以就是没有跟他有个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想借此作品就是能更深入的了解到我爷爷这一个人。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因为我身为海南人嘛，然后家中也比较少就是用海南话来沟通或有分享到一些海南传统的一些文化，所以就是也是借此这个作品的机会，想去了解更多关于海南的文化。所谓的作品是指什么？在2015年的时候的作品其实是就是有六个不同的歌子艺术，所以这六个不同的歌子艺术诉说了我对爷爷的一个不同的想法。是你的作品？是我的作品啊，也就同时启发你想去寻找这个爷爷的身份认同。对，那么总有一个开始，你们跟海南的老家还有联系吗？我们不常联系。哦，可是就是说，就是因为就是那一场作品之后，就是跟我的亲戚们交谈了。你指的是在海南的亲戚？不是，新加坡的亲戚。哦，新加坡的亲戚啊。对，就是交谈了之后发现了就是我爷爷所留下来的一些文物。就在文物当中就是看到了从海南岛，我其实有一位大姑。哦，然后他写信。这个大概是我们现在看到画面，这个是通信，这大概是几几年的？你有印象吗？这个大概是1950多年的吧。五十年代的。对，爷爷留下来的，半个世纪之前了。对，这是我在海南岛大姑写信寄回来给我的爷爷的。是。所以就是说，因为我们家中也不常会提起到家族以往的过去啊的故事啊，所以就是透过了这个信件，然后了解到，哎，其实，在海南岛那边还有一位大姑。所以就是那个地址。对，就是那个地址。你去到那边找到那位大姑吗？对，就是通过这个地址，然后还有我的叔叔阿姨，他们还有一些联络方式，就是在那边的远方亲戚的联络方式。所以就通过这个机会，然后就是可以回到海南岛那边去，然后与我这些家人会面。那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位是您的就是我大姑。大姑。哦，大姑。哦，哎，所以还有所有的家人大家都联络上了吗？这边的话就是我大姑的家人。然后从大姑的家再开了一个30分钟的车程就会到我爷爷的老家。哦，就是这里第七村。第七村。对，就是这一边。哦，对，还了解了不少，包括从日战之后的一些变化，是吧？对。所以这一次的旅程之后，你们大家是接下来有重新联系吗？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从现在开始可以做出的改变？有啊，就是说通过了这个作品之后，我家人也发现到很多以往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所以他们就感到很有这个兴趣。想说可能在今年尾或明年打算组一个团，然后全家人一起回去。对，一起寻根，很有趣。一起回去拜访我的大姑。到时候有机会再请你上节目聊一聊。好，谢谢。那运智是今年你读几年级啊？今年是ITE 的第二年。ITE 第二年。你很年轻耶。哎，但是呢他是喜欢传统戏曲，唱潮州戏是吧？对。哎，你怎么会喜欢唱这样的传统戏曲？我是从9岁开始学，跟着奶奶一起。然后从小就一直跟着他一起去看戏，一起去学潮州话，也是他教我的。你奶奶唱戏吗？以前有唱。哦，他是票友性质，你是跟着奶奶看，然后你就自己就喜欢了。对。然后就变表演者了。
对。有什么样的体会吗？学潮州戏，什么样的感觉给你？是难吗？其实，各有各的难度啦。其实。不过也是挺好玩的。因为你学的东西是非常的传统，跟你其他的同年龄的朋友，可能他们跟你的兴趣就很不一样了。对。他们了解你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吗？他们有时候不明白，我也会跟他们解释。跟他们解释。就是跟他们解释，其实戏曲的来由啊，然后我为什么会演戏曲，为什么会喜欢这样。是，其实韵芝现在已经可以成熟的在台上有自己的作品了哈，演出经验也相当丰富。你觉得观众当中有年轻人看戏吗？有啊。啊、哦，也有。有时候我们表演的时候也会看到好几位。年轻人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戏曲嘛，尤其是戏曲表演，那完全是传统文化当中的一种哈。对你来说，这样的一种坚持意义在哪里？其实意义非常的大，因为我从中也是，我演了很多年了嘛，也是学了很多东西。就是，比如说，一些做人的道理，还有为人处事，然后。还有一些孝道都非常重要，对我来说很有意义。很了不起哦，学习到的很多是那种千年流传下来的一些词曲，还有价值观。里面有一些营养啊。肯定。那对咏坛来讲，你这次收集到了这么多自己家族的一个发展资料，对你来讲，这个最大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我觉得通过这一个作业，然后因为召集了我全家人嘛，然后就是说，因为。以往我们只在过年的时候才会一起团聚，就是透过了这个作业，然后就会有更多的见面的机会，然后跟他们就是沟通，然后了解更多以往家族的一些故事，这样让大家都可以了解到我们家庭里面的一些就是平常也不会是常常会提起的一些。刚才这个咏坛可能要补充一下，他讲的作业是做了一份家谱，对吧？对对对，就是刚刚我提的是2015年的，是，在今年的是我其实做了一个家谱，对，就是我回到海南岛那边的时候看到了他们传统的家谱，然后就是把那些资料拍摄下来之后回到新加坡，然后再聚集就是家人们的一些资料，把它写在这补充进去，对，补充进去，然后这个特别的地方是因为这本家谱为了让年轻就是我同辈的年轻人可以去了解就家谱里面所想表达的东西，我就把它做成了一个双语的一本家谱，双语的，对，所以就是不管可能我们同辈的没那么。在中文方面没那么流利的话，他们就可以阅读那个英文版本，然后就是从中然后学习到。可能也会让大家想一想自己的祖先又是谁，也会想要去知道一下。非常谢谢两位的分享，谢谢。当然也希望咏坛和韵芝的分享能够带给年轻的国人更多的鼓励以及启发。是的，那么其实有不少像他们一样热衷于这个华族文化艺术的创作者，都为即将开幕的华族文化中心要尽一份心意了。现在我们的主持人庆凯人也在中心现场，来跟我们说说现场的情况。是，谢谢郭亮和友谊。那我现在仍然是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2楼展厅，再过不久这个中心就要正式开幕了。那为了欢庆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开幕，中心特别邀请了19位本地的艺术创作者一同打造一个具有本地华族文化色彩的展览。那这个展览明天才开幕，但是我稍后会在节目中先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展览的精彩亮点。就好比我身后的这幅画作，色彩鲜艳，而且它的构图也非常有趣哦。里头呢也有一些你我都非常熟悉的人物啊和画面。那稍后这幅画作的创作者也会让大家告诉大家分享给大家他的创作灵感和动机，所以记得要锁定了。